我能不能演一波？我别打，哥别打，求饶！不用，你们两个先去吧。哥别打，我往这边走一下，看有没有车。这样会不会？会不会？然后我自己看。会不会让捡？会不会让队友那么误会啊？会不会让队友觉得我操，我这个小垃圾，我是个小垃圾，会觉得很丢人啊？我直接开个拳吧，我别打，哥别打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，别打。那我烧一下自己。我烧一下自己，然后我再起来。我开拳吧，我开拳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错了错了，别打，别打别打，哥哥哥，求你了，别打我操，别打别打，哥没卡了没卡了，别打别打。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，别打别打，哥我走了我走了，别打啊。我的队友给队友逗笑了，这队友真默契，还不过来，非要等我死是吧？给带点药吧。他那有把 AU 记耶，记耶，他是不是把人打完了？四号，你有没有把人打完呀？打完了，是是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刚那个求饶，然后把他给打了。啊！来吧，来吧。还就是点药给你们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给我看他！哎呀，我操！嗯。啊！我居然跳车给跳死了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哎，小伙子，有小伙子。放下烟，放下烟，这边有。前方有危险。好好好好。来了。哎，小火车了。下车，下车。哎，我操，打得过啊！看看看，加油加油，给力给力！走走，小火车小火车，干干干！前方有危险！我去，他妈打我！这个值此啊，我一起的。后面捅他！桶子，妈的被丢了。嗯，现在在动了。把车开过来。来，兄弟们，把车开下来，堵死他，别让他出来了。快快快，把车开下来。把车开下来，我去。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去把车开下来呀。堵着他不让他出来，快快快，堵门口堵门口，别让他出来啊，堵死他。来来来，我来，你们俩打车啊，打车把车打岔，打，你也想不出来喽，你给我死里面。哇，哥真坏啊，这就一个是吧？哦，有人救我。什么鬼？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迈着迈着迈着过来，站我站我站我这个自行车上来，迈着，我带你过去迈着，站自行车上跳上来，从这跳。啊，从后面跳是吧？对对，哎，蹲着蹲着迈着，哎，蹲着，往前走一点。哎，他在这个树下。啊，别打别打，他好像。没事没事，迈着，让他迈着。别打迈着，先别打迈着，我看怎么事。先别打麦的，我差点一个雷给你扔过去。OK， 俘虏俘虏，哎，别打别打，你吓死了！你这一锅下去，你把他梦想全盘灭了。你别打他，你别打他，你别打他，别打你别打。再给他个机会。先别打，让他把枪丢了。哎，别别别别打麦的麦的，哎呀！别打，你把枪丢了，你把枪丢了，你把枪丢了。就他就OK OK OK， 他丢枪了，把打药吧，你别打他了，麦子，别打他了。我们拼锅，我们拼锅行不行？别拼了，他打不过你。倒没锅呀，谁给我丢了个锅呀？没锅，他没锅，你给他丢个锅。我也没。
拼拳也行，你们俩拼拳吧，啊、他们两个都，哎，我操，这40来岁跟那个二十来岁这30来岁的女人，哎，拼拳，哎，女生，哎，拼拳，是我们男人跟上一头，还是我们的麦子跟上一头？哎呦我去，这死胡同像一个死胡同一大打，哎呀倒了，自信前锋又倒了，哎呦，我手都麻了。你怎么跟上人啊？你都打不过我了。什么自信成本又到了？我杀了一个人了。我们接着打。好，他们接着玩了。开始。他都没有自救了，好像。我想办法把下面那个打了。我能不能一个自行车冲进去？一个前杀贼冲进去？啊，他们又开始锤了。十秒，我得想办法把脚下那个人干死。他妈炸我！别救了，我进去。别救了。OK， 我看能不能出来啊、哦？好玩呀、啊！出不来，好像出不来，好像又可以出来，出不来。